今日咧，我哋嚟咗一间系食韩国嘢嘅亲子餐厅咧，同我老公提早庆祝生日。虽然话同佢庆祝生日咧，但系好似小朋友庆祝生日多啲咯。因为呢间餐厅除咗有室内嘅 playhouse 玩之外啦，佢装修全部都系超级韩国咯。最重要是他竟然可以给小朋友试着这个韩国衫一个钟可以不断影响和可以在 PF 玩。他们现在是完全是一个韩国人的状态在那跑跑跳跳挺好笑咯。是啊，同埋小朋友是每个人头计158元的。那么10个月以上就可以去 PF 玩的了。那158元就包了个儿童餐然后就可以任入去那个 PF 玩。每一次入去就一个大人陪同的。他们挺开心咯，就是这样啦。跟住姐姐，哇！你睇儿童餐有啲乜嘢？包儿童餐，啊嚟啦啲嘢食，哇！呢个系咩嚟噶？呢个系海鲜饼啊！呢个饭，呢个一只鸡，系啊！呢个咩嚟噶？唔知，啊啲咩都唔知。呢个大酱汤啊，婆婆同细佬喺度，佢想食饭饭。豬豬的兒童餐嚟咗啦，係養只企鵝係咪啊？哇！哇，好靚喎你個餐，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企鵝喺度沖涼，有生蠔。哦，企鵝喺沖涼有生蠔，very good， 多謝你的介紹。好啦，你起動啦，食飯，好得意喎呢個。呢個都係兒童餐，呢個係蝸牛壽司。豬豬啊，你呢個咧係咩啊？我食到，嗒嗒嗒喺度。細佬又吃，細佬又喺度嘆世界，爸爸咧整雞啊！我等你整好曬先吃。我吃，我頭先吃咗呢個餅，超好吃，好脆啊，外脆內軟。跟住呢一個都好濃味，係一個呢、這個係一個牛嘅湯，牛骨湯係咪啊？我試埋個雞，係啦。又啱啱煮咗個泡菜勁辣咯，家姐。好辣啊！呢個媽咪好辣啊！嗯，有一個。这个片都好难啊，试下先。这个不难，这个好味。这个啊，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牛来的，这个好浓啊。好了，我们现在吃东西了。佢個年糕好好食，應該係韓國嘅味道。就呢個蜜糖炸雞，好甜啊！真係蜜糖味喎呢個，係咪豬豬最好食？真係蜜糖味嚟嘅喎，我覺得太甜啦。不過小朋友就應該 OK 啊，要食少少好啦，好熱氣啊，好脆啊！有咩味道？你咩感覺啊？覺得？我哋嘅專業食評，好唔好食啊？啊，有糖啊！好似是跟我老公慶祝提早慶祝生日，提早幾日，是不是？是啊，多謝。豬豬，我們現在入去餐廳的 Playhouse 玩，是不是？除鞋先，首先除鞋，幾積極啫，自己除鞋。好啦，你去姐姐那裡搓手手，姐姐搓手手。對鞋要擺好，點擺噶？擺係啦，叻叻。你过来看，你行咗去俾婆婆睇下先，八嘴上边行咗俾婆婆睇，小心咯。点讲啊？韩文你好 ，thank you，thank you。哇！你睇小朋友换咗韩国衫啊，朱雅你睇，仲可以揀头色，一丝不苟。佢啲韓服係靚嘅喎，啲質素，點解好靚呢套係咪啊？佢自己揀嘅。哇！哎呀，細佬，哎呀，
呢個咪韓國人？哎呀，你哎呀，有得玩行得咁快，當然啦。哎呀，細佬你去邊啊？爬嚟爬去未停過。我想吃雪糕啊！未停過喺度，哎呀，化妝啊呢、這個小朋友，哇！喺度化妝啊你，哇大長今咁啊你睇下，佢而家喺長滑梯，其實好唔方便，佢每一次咧嚟到咁樣。嗱，一陣佢會揦起佢條裙嘅。哎呀，兩個匿喺度玩咩啊？匿喺個帳篷度玩咩？又爭家姐啲嘢啦，又爭家姐啲嘢啦，一齊玩好唔好啊？個帳篷嗰度。哎呀，呢、這個小朋友呀、啊！哎呀，爺爺走啦，媽，翻啦，翻嚟啦。系喎，转圈转圈，好靓喎！望过嚟啊！有扭蛋玩啊！入咗啦，入咗啦！哎，攞攞攞，仲有个，仲有个，俾细佬，仲有个，好啊！耶，佢系咩嚟嘅？哇！我俾细佬啊，好啊！